湾的生技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要抢全球的代工商机。现在呢，我们的政府也要来成立一个国家队，那这对于所谓我们台湾的这些生技厂商来讲，谁能够取得代工的商机呢？戴总，对，生技产业是我们过去五六年政府大力扶持一个产业，除了电子半导体之外，但是这一波我们大盘指数往下滑落，但是生技股因为它什么股本小筹码少，只要有消息有题材的话，股价都容易上涨，那不管你的赚大钱亏钱或是怎么样，股价很容易拉抬，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药华药6446的，一两个月前药华药股价就从两三百一路涨到这个500多，它是一个什么这个领先的股票。接下来又换什么合一4743的合一，合一它是做到糖尿病逐步溃烂的治疗药，大家没听过糖尿病？以前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蒋经国总统，有没有？他老年就糖尿病很严重，就出现这个脚趾头溃烂，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药可以治疗，现在有这个药可以治疗，开始获得美国的认证啊！看合一啊，4743股价一飞冲天。接着来看北极星6550的北极星，也是涨上来啊啊！东阳4105的东阳癌症治疗药，所以整个生技股这一篇代表什么？市场人气都还在，只是说操作上面一旦出现涨多爆量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高啊！你要买切入可以。已经涨多的短线操作少量操作可以，我们生技股的叫好公司好东西还是很多值得大家持续的追踪。好，一定要靠创新才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们看到的像是鸿海呢跟裕隆他们旗下哇电动休旅车 Model C 正式开放预购咯，据传售价在100万元之内耶。冠青，这个价格是真的很杀？的确没有错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这个公司有点太小看自己了，因为也发生一件事，就是说才不过5000个人订购，它的网站就瘫痪掉了。其实你说真的，100万以下，台湾能够买得起100万以下电动车的，岂止5000人啊？我想50000人应该以上超过很多都有啊。不过呢，你可以看到，当然我们很期望这个电动车，因为光是从这个外形上看起来，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不知道外形上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哦。但是当然这个内装呢，到底如何，我们目前是不得而知。不过呢，当然我想这部分呢，的确对我们整体的一个电动车产业的一个推动，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好，那当然我们看到有新的产业在发动大家在关心这个新趋势，但是旧人呢，手机产业呢，沉寂了大半年的时间，下半年换机潮要来了 ，iPhone 14新机上市倒数计时大家也在看。但是您知道大家更盯着苹果的是什么吗？他们的首款元宇宙装置呼之欲出。所以除了果粉们引颈期盼之外，市场上也预期第四季是不是有机会拉货？戴总，这个相关的概念股股价已经先动了吗？有可能，因为苹果在研究这个元宇宙的 AR VR 的这个眼镜装置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因为一直测试，那结果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公司被这个苹果他们采，因为它这个 AR VR 镜片它是讲三片，不像手机这个 5G 手机是已经用到6-7片了那么我们国内像这个玉金光阳明光等等都有这个被苹果已经用到它这个零组件里面，听说是在持续的测试当中，但是年底会不会推出来可能还要再做观察。因为为什么呢？还要配合什么呢？它这个镜面里头一些这个叫做这个迷你 LED 荧幕很细的东西一起搭配起来做出来，所以可能真正量产还需要1-2年但是代表我们国内这些这个做镜面的公司也是有获得苹果公司的这么一个采用，我们这个产品的先进技术呢也是相当的不错这是一个也是很好题材，但是应该不会说一开始就大量在年底就大量推出苹果专用的这个 AR VR 这个装置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对于电子产业来讲，当然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库存消化完毕了没，但是更重要的是终端的需求呢，需求回来了吗？
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太阳能了，因为达德能源集团他们的太阳能发电团队宣布喽，已经获准在台湾增加4项这种屋顶型的太阳能装置发电计划。那这是最近太阳能强势的关键吗？冠青，的确没有错啊。事实上，大家可以留意到，其实太阳能强势也包括另外一个重点啊。其实四川前一阵子限电是为什么？因为四川都用水电啊，没有水就没有电嘛。那如果说他们大家都是屋顶上都装满了太阳能的话，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我想答案是不会有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整个太阳能需求大概从四川限电之后，其实股价你看到，尤其以元晶来讲，它股价就一路的在往上走啊，对不对？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四川需要，我想包括台湾这些未来的绿电的需求，我们台湾本来就没有靠那么多的水电，可能靠的是比较多的一个太阳能。当然呢，你也可以靠风电，不过风电的一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啊。那我会认为说，对这些太阳能长期需求来讲，尤其是这种产量最多的下游模组，目前为止台湾产量最大的就是6443的一个元晶，然后第二、第三名的可能包括像3576的一个新。以前叫新日光，现在叫联合再生，我觉得应该对整体的产业应该都是有向上的一个帮助。好，所以解读完产业之后，下个阶段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看一下，因为其实在产业当中，我当然攸关着现阶段在下半年到底哪一些产业能够真正的浮出台面，成为台股的主流指标。那下个阶段回来我们就请戴总来看看投信最近在买些什么，是不是真的也是按照基本面的动向在抓强势股呢？我们稍后了解。